只与命运相伴，新的篇章与你开启，在同个世界同一片天空下相遇。块小石头，说明还不是想置他于死地。你胳膊怎么了？不小心碰了一下。你还是要走是吗？我原本以为我可以说服我妈不让我出国，可是她昨天又打电话给我了，态度非常强硬，实在是没办法。好吧，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走？就这几天吧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这张宇博也太过分了吧！小九一早就帮他调查受伤的原因，他倒好，跟别人杠上了，真是可怜了我们的九了。你们看什么呢？哎，聊这么起劲，没什么。哎，小九，你没事吧？张宇博，你把漫画给我。你把漫画给我。他这是怎么了？不知道啊。你赶紧去追他吧。那你这箱子……我没事儿，快去吧。Thank you.
嘛？哟，舍得回来了。快说说，是不是抱得男神归了？啊，这怎么还哭上了呢？到底怎么了？我被绿了。被绿了？被绿了，也就是说明你俩在一块儿了，是吧？那，哎，你俩发展可真够快的，我说。你还是不是我朋友了？我都被绿了，也不安慰安慰我。好，好，好，有什么事儿跟哥说，好让哥开心开心。快！哇，多大点事儿啊？替你报仇去！哎呀，你给我坐下。小九，小九，你刚才怎么了？这本漫画书是不是你的？我跟伊藤真的什么都没有。你在说什么？我说这本漫画是不是你的？是我的。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教室了，旁边是这本漫画，上面有你的名字。那你刚才有看到我和林一彤吗？我之前一直都在宿舍睡觉，我也很奇怪，为什么我每次醒来都在不同的地方，而且每次都有你。我先走了。小九怎么又变了？一彤，小九呢？小九，我想他应该是回去了吧。我刚刚看他那个样子，是不是误会我们了？你跟他解释清楚了吗？这有必要解释吗？怎么就没有必要了？你们俩明明互相喜欢，又何必相互折磨呢？哎，别愣着了，快去找他吧！快去，快去！写下的记忆。
会。